找到你，留下来陪我吧。小熊别怕，衣服在这里，永远都在。看，这辆小飞车是我最满意的作品，因为可以骑着它去看蓝天白云。今天，我就是属于您的专属骑士。零点的钟声已经敲响，事不宜迟，赶快跟随来自遗忘之地的暗夜恶魔。我的衣服很特别，当然，他已经陪了我很久很久很久了。